宋慧乔和宋仲基已经离婚。宋慧乔多种行为引传闻，没想到公司竟然这样回复。前不久，有网友爆宋慧乔突然狂删社交平台照片，包括与宋仲基的合影，也只剩几张结婚照，由此引发两人离婚传闻，被网友热议。之后，宋慧乔传闻后首更动态，晒出几张与好友聚会照片，依偎在女性好友身边，笑容甜蜜，看似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，疑似打破分手传闻。近日，宋慧乔在机场现身，被网友偶遇时发现左手无名指上一直戴着的结婚戒指不见了，再次引发网友猜想。毕竟，在宋慧乔戴结婚戒指现身的次数太多，仿佛一直就没有离过身。双宋婚变传闻愈传愈烈，再加上这两日宋慧乔出席活动时左手上依然没有戴婚戒，网友更加确信婚变消息。但22日晚，据台媒报道，宋慧乔与宋仲基所在的经纪公司发声回应称，报道内容不实，我们之后不会再单独回应，否认婚变。粉丝也纷纷表示早就猜到这么甜的李博不可能离婚的。